我是露丝。Hello。你看，你是拿着圈说。哦，我不是托。我们今天上午去活动给小朋友们读书，然后下午呢，我们就进行我们的迪士尼游玩活动。小朋友了，今天我可能比小朋友更加兴奋啊！啊！我们已经工作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转场，于是赵姐就换了一套衣服，没想到吧？然后坐个飞船，还要发这些粉啊！对，给你们分好了第一排。我已经玩完，就是雾进去就雾，然后就很雾，很快的一个项目，真好玩呢。最后我们也赵姐表示很开心，说很有意思。这样子就上去了。Vlog 到此